说中南部它有可能加重比较大的。那如果是这种从大陆过来自由回旋的话，通常中南部不会是不会有，如果会下雨是也不会很大，因为主要会下就是就是像北部这边没有山挡，要不然就是东部那边下完大部分。短时间的强降就是还好，那如果是像上个礼拜那种长时间的强降就会很长。好了，如果明天开始那种梅雨方面的如果还是可以像我现在那么强，那就可能就会有地方要倒。那新竹那一间披萨店，有一点比较难受，好多说，我都已经挑那种了。他说礼拜二公休，对啊，可能我忘记他礼拜二。那我挑的礼拜三已经基本上应该是算是原则上应该是他们比较不满，然后而且还中午，然后后来回，就那个店员回电话给我说。店长说他星期三是不是？我在想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所以你跟我说不确定，是因为其实前方有测速照相。他后来跟我讲不是，因为我那时候刚打过去是因为是他店员。他店员那时候就没有说不行。等我那时候电话完之后，我想再跟你说，我跟你说礼拜三，但是我还是感觉那时候就怕那个。因为上回，因为前一次打电话去那个店长，结果本来那时候是约，前一次是约五月底那时候，结果那时候后来，我又打电话给我说，哦，那个礼拜去体验。